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什么，使用者制定哈、哦，然后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那个，就是截取那个什么，刮胡字串长的那个函数。那目前哈、哦，我现在是还没制定啊，不过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前面有讲过，如果你有把按钮的这个部分做完，其实就直接可以拿来修改，改成那个什么刮胡字串的函数了。那修改方法哈、哦。嗯，也之前有讲过类似的，就是一，你可以先怎么样，先插入一个那个，函数，那名称我用这个来改，插入一个程序，名称叫 function 哈、哦，形态的话用 function， 那这个后面加两个字好了，叫函数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函数呢，它主要是我们自己定义出来的，那它主要用途是什么呢？就是得到。那个长的部分，好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会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呢？要一个就是它的规格啊，比如说把这个规格两个字哦，把它放到哪里呢？放到这个，跟使用者要一个规格。那这个规格里面程式要写什么？前面讲过了，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把你写好的 sub 不包括回圈的部分 ，forness 中间什么 ，Ctrl C， 好 ，OK。然后呢，贴到这个function里面，再来做什么呢？把它，叫缩排，因为它按了两个缩排，所以把它什么减少缩排 ，shift 加上 tab，tab 一下是缩排啊 ，shift 按住再按 tab， 它是减少缩排哈、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哈、哦，特别注意就是函数跟这个sub 最大不一样是。他会去跟使用者要一个规格，所以特别注意哈、哦，这个有没有？之前本来去 B 栏抓的资料，要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规格。好，第一个，输入的资料是从使用者这边取得的，所以只要是 Sales B 栏的东西改成规格，那最后返还给谁呢？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。所以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加在前面。有没有？程式写完了，应该知道，应该了解吧？哈、哦，这个好像前面也写过类似的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。这个大萝卜 OK， 过来之后找到头，找到尾。那如果有找到，那就把这个切出来丢给他。应该没错哈、哦。好，试一下，插入一个那个制定函数。有了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按确定，给他一个规格。他会给你一个长 ，OK， 好，那把它点亮，把它向下填满，没错 ，OK， 那宽怎么做？一样嘛，哈、哦，动作一模一样，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，我想各位就自己再把这个补一下啊，记得哦，就是一先把这个名称复制之后插入一个程序，程序名称的话，哈、哦，记得用function。那把这个名称贴上去，加一个函数哈、哦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它会需要传一个什么？需要跟你要一个规格，所以你把这个规格加上去，再把那个程式前面写好的中间那一段哈、哦、贴上啊，因为它的是跟你要的东西，不是在储存格里面找，所以就是可以把长、宽、高三个都全部写完了哈、哦，所以。看看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，好像直接就用这个来改也可以了哈。这个贴上，这边把它改成宽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把这边有没有一致性呢？所以没办法更快了，这边也这样，把它复制一下，好，然后贴到哪里呢？贴到这个中间，这边按 tab， shift 加 tab， 好，把它倒车回来。啊，这边把它规格哈、啊、丢给这个，那这边比较多了哈、啊，所以你只要看到有 sales B 栏的，通通都把它盖掉，或者你用取代的方法也可以哈、啊。然后这个丢给谁呢？丢给这个 D 栏的话，丢回来给这一个函数。好，啊、又写好一个了，所以再插入一个函数，宽有了，给我规格，我给你最后的结果，好，向下填满。那高也是一样，好，应该没问题啦齁、哦、程式没几行啊，但是就是要知道你在做什么。
好，这个逻辑很清楚，我想应该 OK 啦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试一下、哦、如何制定那个哈、哦、函数。最后、哦、我是三个通通把它做完之后、哦、那这样的话，将来就插入函数的时候、哦，哎，就会有一个长宽高的那个制定函数了。那以后呢，反正你要哪一个，哎，按下去自动就全部出来了、哦。那一样我会把这三段程式哦。一样把它复制一下哈，然后我会把它再贴到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。反正将来哈，哎，你只要到云端上找找看，那就会有我们今天做的那个哈最后的程式嘛。那再来，如果说你有一些细节部分呢，假如说现在这老师这怎么做的，我有还是有点忘记了，没关系啦，反正你就是再把影片稍微再看过。那最重要哈，一定要花一点时间。自己哈、哦，再把程式部分哈、哦，一定要重新做过了，因为这东西其实会就会了哈、哦，会的话就浑然天成了，就一下就做完。但是不会的话，就可能会卡关，会卡很久哈、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然我们今天呢，就先讲到这一个哈、哦，就是152的这个截取长宽高。当然，文字函数里面还有好多个，因为468章的题目，你会发现光一题其实。如果慢慢讲哦，也可以讲一节课，一次上课，那468个范例，那岂不是要哦十八哇？那我们可能要上好多年了，上不完。不过那个我只是给各位一个原理原则啦哈、哦，其他部分当然你自己要怎么变通哦，可能你自己要懂得去灵活哈、哦，去，当然不是。实际啦，哦，是要活用嘛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这部分呢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好。哦